阿七，你咁啱啱打靶死咗啦，你咁中意佢，我就送你落去陪佢啦。阿七，我早睇穿你个龙嘢噶啦。一早睇穿你又唔早讲。阿七，你冇事啊？得啦，我冇事。啲对白唔好咁例牌啊，唔该。你咪拉咗去打靶嘅咩？ 手下仲贪我哋，亏你仲有面企喺中党外国势嘅旗帜前。总之中国一日有你呢个大魔头，啲老百姓都唔会有好日子过。我今日一定要做瓜你。你两个废柴！废柴！我费咗生精力集合十种杀人武器于一身嘅超级武器霸王，产品编号攞你命三千，经已研究成功咗啦！阿七，企埋边！ 远啲，再远啲。系咩？我真系想见识下。攞你命三千！细把刀、弹车链、火药、硫酸、毒药、手枪、手榴弹、三角锉，每样都系独当一面嘅。家下杂合埋一齐，问你死未？你呢个痴缠佬都系早死早着。起咪住！啊 文仔，阿七靠你啦！既然系咁，冇办法啦，我唯有单刀赴会。猪肉刀。 什么刀？猪肉刀，专斩畜生嘅。